最近上线的古装剧可以说是很多的呀，有鹤唳华亭、庆余年等等，并且这些古装剧深受观众的喜欢了。不过又有一部古装剧官宣定档了，这部剧的名字叫做《大明凤凰》，主要讲述的是明朝初年国家开创盛元，女主经历了五帝六朝的故事。并且在昨日的时候，这部剧在官方微博上也官宣定档了，将会于12月17日的时候上线，想必观众已经等不及想要看这部剧了吧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是相当豪华的呢，并且还发布了演员们的海报，光看海报就知道是爆款剧没跑了，并且还有当红偶像张艺兴的特别出演。张艺兴这几年在娱乐圈中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的，并且张艺兴在电影《一出好戏》中也向观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剧中的造型也是很帅气的。本以为张艺兴够好看，看到俞灏明全网心动。俞灏明观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的，俞灏明这几年也有出演一些电视剧，并且在演技上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位演员了。俞灏明在剧中的古装造型很是帅气了，全网都心动。不得不说俞灏明是很适合古装造型的呢，没想到可以这么的帅气。大明凤凰官宣定档，本以为张艺兴够好看，看到俞渊明全网心动，是不是看到俞渊明的古装造型都要心动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吧。